我这是我有个担心的事儿啊，我担心咱孙子将来以后的那个身高，那高度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不是你们家隔辈遗传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啥数？你太爷多高啊？1.91米。你爷多高？1.47米。你爹多高？2.01米。你多高？还是1.47米。我这担心有道理吗？你有什么道理啊？咋的？你整反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咋？你们家娶的是儿媳妇儿，我嫁的是姑娘，这基因跟我没关系，是你们那头的事儿，懂不？你没喝酒就懵了你啊？还真是哎，你真是。行了，哎，看看我跟我儿子合影，刚粘上的，怎么样？哎呦，不错呀。嗯。哎呦，你瞧你这身高，哎呀，你都快长到你儿那个脚脖子上了。什么脚脖子到胯骨轴子了好不好？嗯，哎，这张照片好。哎，你儿子抱着你呀、啊、像抱孩子似的。什么抱孩子懂不懂？咋的？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抱他、嗯、他长大之后非要抱我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啊、嗯、这就叫回报。好，这张照片有寓意，我喜欢。哎，还有个更猛的，你看不看？嘿，还有个珍藏版的，怎么扣篮？什么暴扣？我知道，篮球，啪，暴扣。对，哪儿呢？想看不？哪儿？想看不？哪儿呢？嗯，在这儿。你看啥呀？递我一下。不是这个。啊，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傻你？我还行。扣篮呢？就你这抱着扣，这抱着扣啊？韩德军的扣篮都是他小时候我手把手教他的，知道吗？就这张照片，我都发抖音上了，知道吗？那点击率咣咣的，真的假的？啊，爸，这事我能证明，我在抖音上看过，你看过吧？老火了，都到抖音去看看，这张照片点击率咣咣的，那热度蹭蹭的，那热呀，那家伙老热了，真热呀，这是。看热吧，啊，还行。那个洪凯啊，啊，别烧了啊。没事，我不累。咋的？那这孩子真缺心眼了，憋得受不了了吧？还可以，扛不住了吧？马马虎虎。真的？啊，你叔叔热得受不了了啊？接着烧。哎，哎，别烧了，别烧了。烧。哎，别烧了。啊、烧。别烧了。烧。别烧了。停。你俩这是累傻小子呢？啊！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是烧还是不烧。烧，好嘞。哎呦，我呀！哎、坐地下了呢，热的。哎呀，听见你来了、啊，你看我接你还走两岔去了你。接我去干啥呀？妈，啥味儿啊？虎巴区的呢？烤肉了？烤什么肉？烤腰子呢？呀，别说，冰箱里真有腰子，我给你俩炒个腰花去。哎呀，兄弟，我别忙活了，赶紧上炕吃饭。我上炕好吗？来来来，哎呀，听我的，最好别上。哎呀，亲家都让我上炕了，不听拉倒。哎呀，亲家啊，你咋样？这菜好吃不？啊，干呀！这事儿啊，你俩烙饼呢？谁呢？过来。咋的了？又杠上了。他俩说一直喝，说好了，谁先下炕，谁是孙子。你看那样，都在这僵持半天了，谁也不愿先下炕。哎呀，我明白了。哎呀，嗯、啊，啥意思？老头子，哎呀，亲家啊，
你吃丸子。哎，好。老头子，你今天坐这炕上没啥特殊感觉吗？原来是你撒的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不是告诉你小心炕吗？我听成小心烫了。哎哎，快，哎，咋回事啊？哎呀，你叔粘炕上了。啊，粘炕上了？那咋还粘炕上了呢？我不小心把胶整洒了，你叔往炕上一坐，啪叽粘上了。我手咋一动不动像焊那的？哎呀，老伴儿啊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现在是动不了了是不？何止是动不了了，我都快化了。哎呀，老伴儿啊，赶快想办法下炕吧，别在这丢人了，你今天是指定输了。还指定输？我今天就定子了，我都不带输的，我都不带下地的。红雷，来烧！哎呦妈，还烧啊！都成电磁炉了。别废话，烧！哎呦妈，别烧了，烧烧！不是烧啥呀？烧烧烧！给我！我啥嘛给你，咱别整啊！不是，今天我看你俩动不动。三儿，哎呀妈！哎呀！刚才你说的谁先下炕谁孙子，你准备认输吗？怎么可能呢，我这是活动活动。哎，咱们是说过谁先下炕谁是孙子，但是也没说必须在炕上坐着呀，我可以站炕上啊。老弟，你这抽筋的秧歌扭的不错呀。亲家，咋的？你就可一个劲儿唠啊？哎呦我家，你是高手啊，你可太厉害了。我也想挪挪屋，但是实力不允许啊。婶儿啊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不能这么整，这么整俩老头不都烫废了吗？这可咋整啊？你叔肯定是下不来炕了，就得想法动员你爸让他下炕，给他俩找个台阶。我拿这任务就交给你了。不是谁，哎呀，是不是很踏？找台阶还行。想不想吃冻秋子梨？想。没有。没。哎呀，我给你俩整冰皮去吧。快点，快点，有快点啊！不要命，爸爸爸，你不是最喜欢主持人秘密吗？来了。他就在那儿呢。走，我带你和他照张相片。你妈呀，等会儿干啥呀？我不能下地呀。咋的？我要下地我成孙子了。婷婷，你去跟秘密照张相呗。我不喜欢秘密。哎，如果秘密喜欢我的话，可以到我们家跟我一起照。哎呀，要不就过去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把你眼睛，不是他就推着你。走，咱去照一张，咱去照一张。咱他找他。哎呀！